回头打龙就需要非常非常果断。对，因为有个大虫子。哎，科加斯的位置、哎、被找到了，但是盲僧一口吃掉了。啊，这么有打野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杜云碧的一个绕后，直接打了 Scout 的一个闪现出来，但是杜云碧的位置现在有点尴尬，又被打晕了呀，变不大，直接被击杀，正面先吃进去，交一个闪现，女枪弹幕时间正好被套了一个虚弱，导致没什么伤害，两个闪现交出来，女枪也倒，塔姆也倒，这一波 Scout 拿下一个四杀。这边过来先对面先吸的是狮子，狮子被秒掉了，完美幸福在侧面打开背后顶在前面，找的是小招，第四枪也找到了小招，靠在这边侧面打退了 Flawless， 这个羊往前一冲，冲到了四个人，我的天啊，闪现过去最后一下敲铃铛晕住了斯巴老贼，斯巴老贼回身漫无手雷收掉背口，哦，闪现过去风向延袭粘在斯巴老贼身上，火线突现把他的人都收掉，但压不住吸血鬼啊，吸血鬼这时候把兵线推进去的话就干了，但反而是斯内克在下路动手了，一套伤害够不够，差一点圣已经过来了，立场开出来伤害的话是不够了，而这时候的 Crystal 刚刚赶过来，但是又被嘲讽到 AJ 是成功的走掉，塔下又开了一个秒表，被动马上要结束了，那反而是没有被套中，泽拉斯反手一个大招要配合 AJ 去追了，那猪妹也来了，这时候骚风已经是被解决掉，那卡米尔的话持续的追击，用 W 回复吗，那反手的一个嘲讽又留住了，哇，这一长距离的追击，这 AJ 是真的非常简单的 AJ 一丝血，最后是因为击杀回了一口，对，依然没有，他并没有走坦克，而是他走了一套输出流的一个雷克赛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反而是这个出装会导致二刷一、哎、这一波卡米尔越墙而走了、哎、但是没跟上，那这样其实是没有控制了，只能闪现跟伤害应该够，想拖时间，队友在打大龙，这波泽善拖了好久，拖了时间